很好，一鼓作气。 本侯正忙着呢，来者何人？张公公别来无恙，不知散播可疑丹药之人，可是公公您？原来已经沦为妖魔。你这无礼之徒，本侯府邸岂容人说来便来？既然不请自来，本侯就收下尔等之气吧。 你想要的是钱财、宝物、女人，是丹药，那边分你一半。有了这些，要筑起万世之业，也非难事。
看来已有人抢先一步。从今往后，这天下定将更加混乱。若此乃天意，也罢。曹某当奉陪到底，直至扑灭战乱之火。眼下大汉天命飘摇，内外交困，将来只怕不知会有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既如此，曹某当为国家讨贼立功，还天下以太平安定。英雄莫问出处，贤才不论清浊。而若欲建功立业，曹某当显出相迎。看我等如朱雀一般，浴火腾飞，直冲云霄。战事已尽，必须逃离京师，募兵备战。孟德，就等你一声令下了。该到我等乔沛子弟大显身手之时了。就在张让遭到诛杀之后，丹药不翼而飞。与此同时，性情残暴的董卓以强大的兵力掌控了京师。袁绍和曹操怀疑董卓与丹药有所关联，决定起兵讨伐董卓。在两颗将星的号召下，无数光辉集结而来，结成了足有十八路大军的反董卓联盟。胜局已定。诸位，讨伐逆贼董卓的时机已到，全军突击。是尔等啊。此次也为我军奋勇立功吧。
务必要小心。姑娘可是叫红晶，不知能否前往照顾我军伤员。你让洒家带着丹药退往梅雾？是，就由吕布阻挡敌军，为义父争取时间。那就交给你了，吕布。